坐落来呢，开始就听、听咱土菩萨啦发亲关怀，彼此之间的关怀，有的甲师父报平安啦、有人就甲师父讲。某某法亲啊，年纪大了，大家人轮流轮流在那个照顾伊的生活，我听我真感动，我内心都一直安尼想啊，好佳哉哦！家在有走入自在来，家己的至亲、子女，也是无法度伫身边啦。家在社区啦，有遮多的法亲，早暗啦去家看，三顿送饭菜。有时阵啊，爱去病院，也是由法亲开车来接、来陪去看医生。真正是吼，我足感动的，感动自济人迄份的大爱，无私情，有大爱，而且呢。是长期的感情，住这啦，住这55年啦，这55年啊，前前后后，师父都讲啊，希望人人先寄存50的师父家，但是这回我出来。我面对着有智慧的慈济人，会说：“师父，我即马毋是干那要存50年，我要阁加20年，存伫咱的银行。50年阁加20年，就是爱要寄70年伫师父家。因呢，阁再从20年开始。”可见啊，大家人无人老，是啊，师父伫正下都甲大家人讲，唔通人老，咱的慧命啦、是永恒，而且呢，咱有年纪啦，咱更个需要把握时间，分秒唔通空过。一分一寸的光阴，在我们的生命多做一项，增加我们的慧命，加了我们一分善的精进。师父都讲过去了，我们的生命每天啊，就是这个意识，意识在咧接触，咱最近常常听到讲啊，某某人呐、年纪大啦，身体也未歹，但是呢，记忆差啦，所以我会一直一直甲主持人讲，脑细胞啦，要不断不断的。辅以他，爱清醒，还要呢用力，爱做咱应该做的代志。人生生命，爱加存呐，存一挂善经济、善因缘。你会当加捌一个人，
甲咱所捌的人结一份的好缘，安尼呢，训练咱的脑细胞。哦，我阁捌一个啦，我无有去互袂记哩过去的啦，我新的呢，我阁加增加啦，所以呢，记忆旧的无实啦。新的爱国增加，安尼不断脑细胞的活力啦，可以活跃起来，所以师父拖命嘛要出来，我感觉讲啊，我都还阁会喘气，呀，我还阁呢有法度甲大家人讲话，因为呢。我感觉到，我甲大家人讲话，也阁有价值啦，也阁有路用，因为大家人也阁要听师父的话哦。若想到安尼啦，我唔敢停这一波的疫情，我都讲啦。大灾教育，历经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佛陀开始警惕众生，咱要提出了各有情的精神，咱要觉悟啦，咱要做足了对人生众生要建立感情。不是糊里糊涂那种的欲念，人私欲的情，不是，咱来建立了无私大爱的感情，这是真实人生。要哪无呢？都干那为生活、人生活。一直贪贪来，搁较多，搁较多。银行迄、那个银库啊，加一个，搁加一个。头前的数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后面都真期待，是到迄个九啊，银库啊，搁直直落去。再翻过来一，再加增加一块啊！所以一二十，十二百，百二千，千二万，万二，什么呀？造，造啊！造怎样无？要哪个一个造？我们走，一直走，嘿，台语嘛叫做走啊。那自己走，搁加一直走，安尼叫做啥呢？逃之夭夭啊！所以感觉起来，人生卖讲数字啦，咱爱觉悟啊啦。我们要惜福，还要多造福啊！我爱大家啦，好好的停停意念，停下咱的欲念啦，不要再求无止境，唔通阁一直要追求啦。三。有通清就好，唔通变成了呢山，迄、那个山啦、啊，安尼堆规大堆如山啦、啊，这种吼、哦、真感慨啦，所以嘛真期待人啦。卡输呢无用到的物资，咱都卖个买，多利用。啊，那真的无用，咱要弹出来呢，进环保场啦，
我们要把洗好清洁，整理好整齐，我们才拿回来回收站。要是没有，我很不甘的，我的老菩萨、环保菩萨，他们要面对着一堆一堆啦，垃圾的东西，看看坐下来清理。所以哦，我是很不甘，不过他们做得很高兴，真的是功德无量啊。